扫一扫，和王源一起加入恶货者联盟。他真的很爱吃。嗯，对，他就是一个吃货，他就是一个吃货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台湾那边是黄海的一个岛嘛，所以比较想在海边，然后沙滩上坐着吃烧烤。当天鹅鸟，他们总是戳我，平时吃太多，但是人家真的真的梦里饿。但兔子不饿，兔子非常饿，兔子本的清楚，舌头打着乐。鸡排呀，丝袜奶茶呀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他们又要嫌弃我鸟。他喜欢吃那种就零食，对，就是那种小吃那些。那你们这次会不会阻止他？没事儿，让他吃吃。因为他现在特别瘦，你知道吗？太瘦了。吃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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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